现在接下去顺着文字来做说明。佛对阿难说：“见觉无知。”见觉的那个觉啊，就是指这个见性的能起见的作用的那个见题啊。所以见觉无知，因色显发啊，它也要靠色来色空的显出它有。见，假如外面没有色法，没有空，它不会有所知。啊，见觉无知啊，并不是说这个见分见性无所知，是说色空二法不现前的时候，他无所知，没有可以知的境界，不是他无知，而是没有可以知的境界。啊，古人的注解呀，对于这个见觉无知会发生很多争论，啊，由此他们有的说这里的见觉是无知的，啊，但是后边又说啊。也觉是属于自觉的，好像一个觉两个觉，一个是无知，一个有知，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因此莲池大师啊，他有楞严经摸象记，他那个摸象记里面就说明啊，不能一觉两解，不可以一个觉字做两种解释，说前面的是无知的觉，后边的是有知的觉，不能做这样的解释。为什么？既然叫做觉，为什么无知啊？无知为什么觉啊？觉什么呢？所以这个不能用完全没有觉知来解释。那么他的意思就借这个孔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啊，孔子也说：“吾有知乎在。”无知也，孔子也说他无知啊。那么他说这个见觉无知的无知，跟孔子的无有知乎哉接下去的那个无知，无知也，孔子也说他的无知，他说跟这个道理一样是相通的。你能说孔子无知吗？无知他说了这么多的道理，他教了那么多的学生，他用什么教啊？一般的注解，《论语》的注解都是说这是孔子的谦虚话，谦虚啊，他很谦虚，所以这个水桶满满的哈，他不会摇摆，规规矩矩。他明明他知的很多，他说我无知也，万母知啊，他说他无知，他这个无知是谦虚的，那是孔子的话。现在经文所说的无知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莲池大师拿这个孔子的无知来比对解释与经文的意义也并不完全相合，因为见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见觉无知啊，那是说见性能觉的功用啊，色空没有显现的时候，他就一无所知，不是他无知，而是无尽可知，这个要特别注意，不是见性无知，而是无尽可知，要连住下面哪一句话，你不要单拿这个见觉无知的无知两个字来做解释，断章取义不好的，这个不能拿断章取义来说明，应当是说见性它是照镜的。如果你研究唯识啊，唯识里面就说了吗，前五根对五尘必定要等到同时意识升起它才会分别，眼神只是照镜，哦，前面有个东西，什么东西，颜色是什么，大小长短，眼是不去分辨，前五识照镜呢，叫做限量，它只照限量镜，眼睛看到东西
第一刹那直照到境界，哎，好像镜子上照了境界，有前面有个东西，是什么？知道是什么是第二刹那，知道是什么？青黄赤白长短黄圆，那是同时意识出现了，同时意识，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同时起，叫做同时意识。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五俱意识，跟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同时俱，同时俱现。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眼在看色，耳也在闻声，鼻子也在嗅香，舌头也在滋味，身体也有感触，那么这个五个根对着五种尘都在照镜，这个时候都要了知这五种尘境，那么这个五种同时意识都升起来，所以叫做五俱意识。举例说，现在大家在这听经吗？你听经主要是耳朵在听啊，那么这个耳朵在听是耳根闻到生成啊，升起作用。你不是当耳听啊，你眼睛并没有闭起来嘛。既然你眼睛没有闭起来，你总有看到我这个人坐在这里讲经，哎，我的样子你总看到了，那眼也见色，不但耳听而已，眼也在见色，也在分辨，哦，这是某某人在讲经，哎，眼也分辨。如果这里点过檀香，香味飘到你的鼻子边，你闻到那个香味，你同时也会升起这个分辨，哦，这是什么香？是沉香？是檀香？是不是镇老山的檀香？你也会起分辨。那么那就是跟鼻子的嗅的作用同时升起的意识作用，叫做同时意识。如果这个时候同时有人拿糖果给你吃，你可以边听边吃糖果，那么你在吃糖果的时候，或者你嘴里有含有什么东西，哎，你也知道味道，酸的甜的辣的，哦，你都能分辨出来啊。当然不要吃魔鬼的东西了，哦，那么这样子哈，你既然这个舌头吃东西也能分辨，你现在坐的凳子你会觉得是不是好坐啊，这个硬板凳坐得舒服不舒服，是不是坐得很辛苦，也会起分辨。眼耳鼻舌身五根对五尘同时的五俱意识同时出现，五是相对啊，那么这个五俱意识同时出现，通通都会分辨啊。平常说一心无二用，在这个时候六心同时有六用，哎，啊，他耳朵也听到声音啦，讲什么他都听到了，哎，那眼睛也看到这个我啊所讲的讲经的人了，鼻子也闻到香了，大便点的什么香，那么嘴里尝的什么味道，身体做的什么样子，通通都知道。那哪止一心没有两用啊，一心六用啊，同时都是都会升起作用。所以这个作用就是见觉的作用啊，闻觉的作用，嗅觉的作用，尝觉的作用，触觉的作用啊，对，还有这个意的知觉的作用啊。那么如果镜不现前的时候，他们没有镜好照，就是无知。他无知不是一无所知，而是没有镜可照啊。镜不现前，那么他没有镜可照，就是无知啊。音色空有，有色法，眼睛看到，耳朵闻到啊，乃至这个所见的虚空啊，四大跟空大，前面五大的这个现象都现出来了，哎，五根对五尘有所对了，那么它就有所知了，这个作用就同时显现了。所以这个见觉无知的无知啊，不必看作像孔子讲的无知。孔子讲的无知不是无知，而是他谦虚 take 啊，谦虚说无知。而现在这里不是谦虚，
不是谦虚，而是说进不现前就是一无所知，没有进好照嘛，没有进好照他怎么会显出他的知呢？知因为有进才知，所以见觉无知是说进没有现之前他无所知，因为他是照现量进，照现量进，尤其前五根对五尘啊，这个五识完全是照现量进。这个照现量进如果没有进现前就没有限量，没有限量它就无知啊。那么因为三个空在现前了，因色空有，这个有就是说前面的无知变有知啊，所以这个文字又连贯了，不能单拿前面的无知两个字看，前面是无知啊，但是有色空现前了就有了，因色空有，它这个句子啊被四个字一句所限啊，所以文巧商议，文字太巧太好了，可是这个意义很难表达出来。因色空有，因为有色空现前就有知了，前面的见觉就有知了，求常觉都有知了。那么要显示这个道理怎么说呢？如你今则在其头林，昭明细分，如好像你阿难，今则现在你在这个齐陀林，齐陀士多就是波斯匿王的太子啊，这个齐陀翻成中国话叫做战胜啊，那么这个齐陀太子的寿陵是建筑这个解孤度园佛说法的精舍讲堂就在这个齐陀林里面啊，当时讲楞严经就在这个齐桓精舍齐陀林里面在讲这个这一部经，那么正在讲经的时候，白天是光明的，晚上是暗的，昏就是暗啊，昭明细分，昭不是指扎基娘，那是指白天是有光明的，昭明白天有光明，因为有日光太阳，日光太阳在照，所以白天是光明的。细不是单指细这个夕阳红的细，细指晚上，包含晚上啊，晚上如果没有月亮的时候是昏暗的，或者是屋子里面月亮照不到没有点灯也是昏暗的，意思是说白天晚上啊，设其中宵，白月之光，黑月之暗。假设你是在中宵，因为当时讲经是白天呐，讲经不会在晚上，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而且也没有路灯，如果在晚上讲经的话，都市里面的人要来听就不方便，所以佛讲经差不多都是在白天，而且他白天讲经的时间差不多啊都是在吃个中饭以后啊，吃个中饭以后，他都是像金刚经所说的去托钵，托钵回来了吃饭，吃饱了然后佛再说法啊，那么这个佛说法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吃饱以后啊，他们不做朽木哎，佛在世的时候所有的佛弟子所有听经的人都不做朽木，不做朽木听得动吗？不睡觉，不去见周公，我睡中觉没有午睡他们吃过饭就听佛说法，所以他们没有朽木，都是很好的木头，而且是旃檀的那么这些大家都在白天听佛说法，差不多都是中午以后所以不会在晚上，因此要讲设计中宵。假设你在中